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梅子。今天我收到官方七七邀请函，看，西瓜视频七七挑战卡，梅子加油！我接受挑战。他这个的话呢，还有要求的，就是要花100元制造浪漫，然后他还有一个要求，就是情侣或者是夫妻必须要双方书信。但是我现在在家里面好吧，在成都，不可能叫得回来吧，不现实。我去吧，我去吧，我去吧，宝宝，宝贝，你看，这么多浪漫，你看这么多浪漫，你知道妈妈跟爸爸的浪漫是什么吗？爸爸跟妈妈浪漫就是挂越山海。哎，宝宝，宝宝，你想不想爸爸？问你，你想不想爸爸？啊，没关系，想不想？想不想？他肯定想，他比我还先上车。不说这么多，我替他表达，心有灵犀，我懂他的意思。好，妈妈带你去挂越山海，走，去见爸爸去。弄完了。走，我们一起去接受挑战。挑战啥子啊？用100块钱在七夕这一天可以吃喝玩乐。一百带我块们钱去制造一行个浪吗？100块钱够吗？就看你了。好嘛，走，小苹果。这个地方我也不熟啊。先去哪里？肯定吃嘛先。一百块。别念了，干嘛啊？我在想啊，100块怎么去处理啊？怎么去安排？吃喝玩乐随便，这些吃喝玩乐，吃在第一位，先去吃。宝宝今天带你去浪漫，下次不要带他出来了，两个人多好的。看那里有个火锅，可以去吃那个火锅。哎呦，那个不行，不符合我们今天的气质，知道吧？我们先看一下这些小吃先，花甲米线，来一份那就。好。来份，来一份花甲米线。什么味？就花甲味行吗？它这个口味有微辣、香辣、麻辣这些。豪华全家福，要这一份吧，我们两个一起吃，消费32元。来，全家福米线，好了。哇，这么多东西。对的。还吃了噻。吃。哎，的这个瓢还有创意嘞！哎妈，你喜欢吃这个有牦牛的吗？这是肥牛。老板吃饱了，到我们吃了。我尝一下这个米线如何？这个你要把它吃了哟。哎呀，想浪漫一下都不行。第一次觉得是多余的，下次不要带他过来了，下次把他给妈带。我感觉我们好久没有这样子出来吃东西了。来，这个碰杯米线，辛苦了啊。花甲，花甲是下面，这里这么多，全是果果了。来，我帮你挑来。啊！再买个金针菇。好了，让你睡，让你睡嘛，来，让你看。OK。秋天第一杯奶茶必不可少，这。这里买奶茶。只能买一杯，我们。杨枝甘露烧仙草，就烧仙草嘛。这个。对了，消费12元。我来吃这里面这个。这个天气来一杯奶茶太爽了。这里这个红豆。我跟你说个故事，我以前上学的时候。买奶茶从来不舍得买那种什么柠檬汁啊那种，
都是买绍兴炒多，因为我觉得只有绍兴炒是值的，你知道吗？它料比较多。可以哈，来折个桃心送给他，来送个心给你。走了，下个场地。好了的心，你的心转穿，穿一出寻找。不能浪费。要把它放在我的钱包里面。那里有游乐园，去看一下。来吧，夹娃娃。对啊，夹娃娃。可以。来，购买币。消费10元。我要先看清楚要夹哪个先，这个钥匙扣也蛮漂亮的，这多少币啊？这样2个币一局，可以没有？技术没贼了。下一个，你来夹过来，就给我夹那个娃娃，随便夹。我想就给我夹那个毛茸茸的娃娃，夹给我们宝宝。你去，这个，靠得太近了。夹这个兔子算了。哦，过去，哎呀，动都没动一下。走，去玩那边，去玩那个打枪的还可以。我以前从来没玩过这个。今天带你回忆一下童年。以前是不是经常玩这个？我们以前打的是那种最大的那种电玩，就是小孩子玩的。这里有子弹的，这里有。我没子弹了，我。你没子弹了？有啊，因为这玩意很耐打的，打得我手都累了。你看他多懂事啊，知道我们在这里玩，他都睡着了。还有2块币，要好好琢磨一下。还是想夹个娃娃。夹嘛，夹娃娃，夹。再去买一点币嘛呀。不行，都已经消费那么多了，夹起来的话还蛮值的，相当于夹了一个背包。这个放，好，放完放，走，夹起来，加油加油！哎呀，动一下才走了。看那里有玩的那个的，去看一下。这个怎么玩的？这可以做大人吗？我没玩过，我想玩一下。10元一次，6分钟可以耍。可以玩一下10元。可以。来，怎么弄？做哪一个你？这个是扫码的。这个可以做大人吗？可以做，应该可以哦。玩一次来。消费10元。来，宝贝。我从来没有做过这个，今天就这个机会可以玩一下。把脚吗？把我不做，你不做。我不会搞哎，我没做过。可以三个人做吧。来，妈妈来开，宝宝。这里开关，这里。哦，这是拧的，这是拧的，有前进有后退。随便转是吧？对，随便转。来，宝贝，坐好哦，让我开你。这个好像比你买那个大大的好玩多了。跑快一点，跑快一点，驾！最快啦，宝贝，驾！哎呀，玩完了，走。好，下一个去干嘛呢？先走先。走，下一个地方。浪漫是什么？浪漫就是快乐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吃喝玩乐。Hello。22块5。22块5是吧？要不要吗？再来一串吗？给他。再来一串吗？嗯。那给你选一下。好。这个尝吧。好的。加红汤还是加这个？红汤。消费24元。你看，哈哈哈哈。走，下一个地方。我只能在后面偷偷的吃，不能正面的吃。要一个吧。要这个单独冰淇淋吗？嗯。好的。
消费12元，圆满结束。今天刚好100块。到现在为止，我们100元就花完了。其实这的话，最主要的还是感谢官方给这个挑战的机会，因为我们现在的话，我还有海王都有事情要忙，特别是他现在在成都这边，我们在老家嘛。如果说不是因为这个机会的话，这个节日其实实在的，我们两个也不会一起过，知道吧？也不会这么快又见面了，是吧？嗯。哎呦，哎呦，谢谢官方，谢谢他们平台。到现在为止呢，我们这个挑战就已经挑战成功了啊！在这里呢，也祝大家所有的有情人终成眷属。然后这个视频我们就到这里了哈，拜拜。宝贝，拜拜，宝贝，拜拜。